太上感应篇。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，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，人皆恶之，行祸随之，吉庆避之，恶兴灾之，算尽则死。又有三台北斗神君，在人头上，路人罪恶，夺其计算。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，每到更申日，则上一天曹，言人罪过。月会之日，造神亦然，凡人有过，大则夺计，小则夺算，其过大小有数百事，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，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，积德累功，慈心于物，忠孝有替，正己化人，金孤续寡，敬老怀幼，昆虫草木犹不可伤，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事如己之事，不张人短，不炫己长，恶恶扬善，推多取少，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，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畏之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祭，欲求天仙者，当立1300善，欲求地仙者，当立300善。苟或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，以恶为能，忍作残害，因贼良善，暗侮君亲，慢其先生，叛其所事，狂诛无始，放诛同学，虚诬诈伪，攻劫宗亲，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，是非不当，向背乖疑，虐下取功，铲上息止，受恩不敢，念怨不休，轻蔑天民，扰乱国政，赏及非义，刑及无辜，杀人取财，轻人取位，诛降戮服，贬正排闲，凌孤逼寡，弃法受禄，以直为曲，以曲为直，入轻为重，见杀加怒，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，自罪引他，庸色方术，善谤圣贤，亲临道德，设非逐走，发折经期，田穴覆巢，伤胎破卵，怨人有失，毁人成功，危人自安，减人自益，以恶易好，以私废公，窃人之能，避人之善，行人之丑，结人之私，好人获财，离人骨肉，亲人所爱，助人为非，惩治作威，辱人求胜，百人苗嫁，破人婚姻，苟富而骄，苟免无耻，
任恩推过，嫁祸卖恶，沽买虚誉，包住险心，错人所长，护己所短，成威破邪，纵暴杀伤，无故剪裁，非礼烹宰，散弃五谷，劳扰众生，破人之家，取其财宝，掘水放火，以害民居，紊乱规模，以败人工，损人器物，以穷人用，见他荣贵，愿他流贬，见他富有，愿他破散，见他色美，起心思之，负他祸财，愿他身死，甘求不遂，便生咒恨，见他失变，便说他过，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，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，埋骨压人，用药杀术，贿怒师父，抵触父兄，强取强求，好亲好夺，掳掠致富，巧诈求迁，赏罚不平，逸乐过节，苛虐其下，恐吓于他，怨天尤人，喝风骂雨，斗合争讼，望逐朋党，用妻妾语为父母训，得心忘故，口是心非，贪冒于财，欺罔其上，造作恶语，谗毁平人，毁人称职，骂神称正，气顺孝逆，背亲相疏，指天地以正彼怀，引神明而见伪事，失与后悔，假借不还，分外营求，力上施舍，淫欲过度，心毒冒词，为时为人，所道惑众，短尺狭度，轻秤小声，以伪杂真，采取尖利，压梁为剑，瞒莫于人，贪婪无厌，咒诅求职，嗜酒悖乱，骨肉纷争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，不合其事，不敬其夫，美好金夸，常行妒忌，无幸于妻子，失礼于舅姑，轻慢先灵，违逆上命，作为无意，怀邪万心，自咒咒他，偏增偏爱，越景越造，跳石跳人，损子堕胎，行多隐僻，会蜡歌舞，硕旦豪怒，对北涕唾即尿，对灶吟咏即哭，又以灶火烧香，会柴作食，夜起裸露，八节行刑，唾流星，指红泥，折指三光，九世日月，春月寥烈，对北恶骂，无故杀龟打蛇，如是等罪，司命随其轻重，夺其计算，算尽则死，此有余债，乃殃及子孙，有诸横取人财者，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见至死丧，若不死丧，则有水火盗贼，遗亡器物，疾病口舌诸事，以当妄取之职，有枉杀人者，是一刀兵而相杀也，
取非义之财者，譬如漏釜救饥，鸩酒止渴，非不暂饱，死亦及之。夫心起于善，善虽未为，而吉神已随之；或心起于恶，恶虽未为，而凶神已随之。其有曾行恶事，后自改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久久必获吉庆，所谓转祸为福也。故吉人与善，事善，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与恶，事恶，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三年天必降之祸。胡不勉而行之？